保罗的平行世界，未来机场。如果下一代的机场是设在悬崖上，每个登机人发一对太阳能翅膀，受训十分钟之后就飞上青天，请问您对这新一代飞行方式的感想是？一，要找空中小姐按哪个铃？二，洗手间在哪里？电影怎么看？用餐呢？三，跟不上或迷路了打911吗？四，比双飞，自由翱翔，实在太棒了。五，终于不怕劫机了。